转啊，上树啊，我答不出来。欸、我买一台保时捷给你，欸、你答不出来。欸、这个运费250万你出啊，你要再买一个爱马仕给我。不要、啊。哎、欸，爱马仕多少？好，三、二、一，九四、三十六、六九、五四、九九、九一、九九、二十八、九三、二十七、九四、三十六、九五、四十五、九六。哎，这是我最近最爱的歌，你知道吗？二十一到多少？二一得二啊，二三十六啊，我有卖证啊，二三得六啦。好，我认真哦，来啊，你一定秒答，秒回答我，今天免运你出，免运都我出，我们先试一试 啊，然后来体验一下这个速度。好，先速，现在是测试哦。好，哦，来八一八八二十六八三二四，将就你，就是这个速度哦。你在洗脑我？不会，正式开始哦，就是照刚这速度哦，认真哦。等一下我认真哦。就这速度哦，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，七三，二十一，七九，八十一，九七，六三，七九八十一就错了嘛，对不对？七九八十一嘛，啊，七九是63嘛，啊，我赶紧买神啊，七九八十一，我还给他。九七会算，七九不会算。啊、我疯狂。九七六十三，你再次没有了，输了。没有。输了。来呀、啊，来来，再次啊，来，你给我过来。不要。我跟你讲，我不管啊，上诉啊。上诉啊，你输要输什么？我简单，输了我买一台车给你。标两标。我跟你讲，办这样好，我跟你讲合理，我跟你讲合理。我答不出来。欸、我买一台保时捷给你。欸、你答不出来。欸，这个运费250万你出，那不需要算公司账。好，这样我接受啊。啊，你要再买一个爱马仕给我。我不要啊。哎、欸，爱马仕多少？好，那开始。等一下，我沉淀一下心情嘛。我跟你讲，两万人会做见证哦。宣誓参赛者已经做好准备了，跟我念一句：我李明山，愿意承担，输的一切后果，绝对不打诳语。好，看正式比赛开始。三、二、一，九四、三十六、六九、五四、九九、八十一。好，你赢了。最后要出九六，怎么出九九？我的爱马仕，我的爱马仕，我的250万，九一的九九二十八，九三二十七，九四三十六，九五四十五，九六五四，九七六九九八十一。You know。最近一直在唱这首歌，难怪跟我九九成八一样。你知道 S 姐现在出的这首新歌，我每天都在听吗？对我这种音痴来讲是个福利耶，拜托。来开播。所以你现在说小 S 是音痴就对了。哎、欸、，S 姐哦、喔，我不知道、喔。